娱乐周到无需客套，大家好，我是小鲤鱼。陈荣炼被判了，最终他将入狱14年。作为女明星安以轩的丈夫，陈荣炼的名气不及奚敏华。不过在澳门，除了奚敏华，陈荣炼就是第二大的叠马仔了。他的德进集团在澳门也有11个赌厅。很多人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陈荣炼为何入狱。陈荣炼之前被澳门指控了83项罪名，其中就包括了不法经营赌博跟涉黑等等。其实在澳门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只是过去没人说，就好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大家都知道，可是谁也不说。在澳门这个地方，只有拥有赌牌的公司才可以经营博彩生意。陈荣炼作为博彩中介，他们只能给赌场介绍客户，从中赚取佣金来赚钱。哪怕是如此，其实这个生意利润已经非常惊人。可是陈荣炼还不满足，这次陈荣炼最终被查出来他涉及赌台底金额高达349亿，非法获利15亿。为了这15亿，最终葬送了陈荣炼的人生。此事一出，瞬间引起了多家媒体电台报道，舆论随之发酵，随之而来的就是陈荣炼本人的关系网被扒。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陈荣炼背后和赌王何鸿燊的大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和三房太太陈婉珍关系密切，这里面的关系网可以说非常复杂。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当时如果没有三房太太陈婉珍的支持，就不会有澳门德进集团前主席陈荣炼。那陈荣炼和陈婉珍两人又是怎样认识的呢？这话要从奚敏华说起。奚敏华曾经的大哥是崩牙驹，而崩牙驹此前便一直效力于赌王何鸿燊。而在崩牙驹出事后，奚敏华也就搭上了赌王四太梁安琪。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后续发展也非常顺利，以至于二房长女何超琼也一度崩盘。而此时的陈荣炼找到了吕志和，又逐步通过吕志和攀上赌王三房陈婉珍。此后陈荣炼更是将13亿都投入陈婉珍手里，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陈荣炼在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奚敏华的帮助，毕竟两人都是依靠赌王才得以翻身。可以说陈荣炼在当时正是三太陈婉珍的左膀右臂。陈荣炼靠着赌台底赚了很多钱，随后他又开始四处投资，甚至一度想要吞并何鸿燊家族的澳门丽骏公司。2020年的时候，陈荣炼突然拿出十几亿收购了澳门富商周景辉手上的部分澳门丽骏公司股份。这次收购之后，陈荣炼就成了第一大股东，而周景辉就成了第二大股东，而第三大股东则是何鸿燊的三房太太陈婉珍。周景辉其实之前就是何鸿燊的手下，后来跟何鸿燊合作成立了澳门丽骏。这家公司在澳门拥有并经营渔人码头区域，包括澳门半岛的丽宫娱乐场、巴比伦娱乐场、之地娱乐场，并在老挝经营娱乐场。陈荣炼成为大股东之后，他还企图吞并这家公司，据说当时的他甚至在逼三太太出售股份，可是这个事情被陈婉珍给拒绝了。陈婉珍虽然不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性，这一点也远不如四太太梁安琪，可是她也不忌惮，她跟了何鸿燊30年，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陈婉珍是一个绵里藏针的人，平时看似柔柔弱弱，可是关键时刻她也不是好欺负的。这个公司的股份是何鸿燊留给她，虽然这笔资产在她的总资产占比中不是很大，可是毕竟是何鸿燊留给她的，所以她并不打算卖。可是在这个事情不久之后，奚敏华就出事了，随后陈荣炼也跟着出事了。前两天三房太太陈婉珍的女儿何超莲刚刚和窦骁结婚，三房太太陈婉珍到达现场祝贺，心情甚好。不知道现在陈婉珍看到自己曾经的左膀右臂被判14年会是什么心情，在这背后会不会再牵扯出什么黑料呢？而陈荣炼和奚敏华双双落网，这里也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赌王四太梁安琪。最近赌王千金何超莲和窦骁的婚礼引发全网关注，不少明星都送上祝福，可偏偏赌王家族的人没有人吭声。
赌王大房和二房子女都已年事也高，很多人都已经消失在大众视野，自然不会为了小妹妹的婚礼发声。但四太梁安琪的子女不一样，基本都是同龄人，也活跃在社交媒体，却偏偏没有一个人发言。三月份，四太小女儿何超欣被问到姐姐何超莲的婚礼时，她表示自己不知道，还说谁的婚礼我都会祝福。如今她的发言被认为是姊妹不和的证据，然后她澄清，但她澄清的只是在指责大家断章取义，并没有说姊妹之间关系很好，更没有顺口祝福姐姐新婚快乐，反而进一步坐实了两方之间关系不怎么样。因为当年赌王分遗产时，以二房和四房为两大主力阵营，相对弱势的三房站在队伍中，毅然选择了二房，与何超琼并肩。那么三房的子女和四房子女的关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而被判刑的奚敏华和陈荣炼则一直被认为是四太梁安琪的左膀右臂。其实奚敏华跟梁安琪明面上交往并不多，只在2014年奚敏华女儿生日宴时梁安琪出席了，除此之外两人极力避免公开会面。在左膀右臂接连被抓的日子里，梁安琪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我们先看一个时间线，奚敏华是2021年11月底被警方通报逮捕，陈荣炼是2022年1月底被警方通报逮捕。2022年10月，梁安琪带着儿子何猷亨退出奥博。在此之前，四房拥有 10% 的股份，他们对于公司许多重大决策都有参与权。而如今，梁安琪将股份悉数转让给了何超凤。如果说何超琼是赌王家族的大当家，那么何超凤就是二当家。他能力非常突出，只是为人比较低调，大家不太熟悉而已。当时就有传闻称，是由于奚敏华将四太梁安琪供出，如今的股权转让也算是为了明哲保身。但这么多年，不论是媒体还是吃瓜群众，都对他们的关系心知肚明。况且梁安琪对左膀右臂的说法从来没有否认过。跟知名商学院毕业，从小跟着父亲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二房子女相比，从普通人晋升为豪门太太的梁安琪，显然能力与手腕都要差一些。赌王在世时，梁安琪凭借丈夫的宠爱，或许还能有一些傲气的资本。但如今赌王去世已经三年，梁安琪的子女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争气，没法和根基稳固的二房掰手腕，自然只能甘拜下风。现在梁安琪会乖乖跟在何超凤身边出席各种活动，想必大家也有察觉。此前梁安琪总在媒体面前对于何猷君、奚梦瑶的事件进行各种发言表态，现在已经消停很多了。如今梁安琪只出席一些带公益性质的友好活动，尽量不回答私人问题，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除了陈荣炼关系网被扒之外，其妻子安以轩的黑历史也一同被挖出。安以轩在和陈荣炼结婚前也是一个实力不俗的女演员，在和陈荣炼结婚后便回归家庭，生有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令人羡慕。家庭背后却是安以轩众多黑料的遮羞布。在安以轩成名之前，就凭借大胆的穿衣风格险些走光，至于这么做的目的，大概率就是为了博观众和媒体的眼球。不仅如此，安以轩还被曝耍大牌，一人身后跟着一堆助理和保镖，就连去厕所都不消停，把耍大牌展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还和多位男演员传出绯闻，邓超、黄晓明、李承铉、汪小菲等等。也有网友们大胆猜测，安以轩马上到内地捞金，靠卖惨赚钱，拭目以待。没想到陈荣炼事件背后竟然能牵扯出这么多事情，不仅仅让赌王三太陈婉珍受到牵连，就连自己老婆安以轩的黑料历史也被扒了出来。安以轩老公没能逃脱法律制裁，何超莲家族也并非风平浪静，毫无危机。赌王去世后，四房梁安琪和二房何超琼曾上演激烈的龙争虎斗。梁安琪当时和崩牙驹、奚敏华等势力牵扯不清，这就出现了何超琼拒绝梁安琪带崩牙驹吊唁何鸿燊那一幕。那次的吊唁，港台有头有脸的大佬都去了，但何超琼拒绝让崩牙驹入场。江湖大哥最重要面子，
何超琼直接打了江湖大哥的脸，本身就是在释放其切割的信号。不得不说，何鸿燊选何超琼而不是梁安琪当掌门人的眼光。而今随着新的政策出台和推进，澳门传统博彩业面临新的境遇，有些爹妈仔落网了，有些甚至转行当起了外卖小哥。何超莲的豪门婚礼似乎来得恰到好处，仿佛昭示着何家安然度过危机后的静谧与繁荣。事实上，爹妈仔这个行业的乱象不过是博彩公司还是澳门官方早已就发现了，所以整顿也是早晚的事情。其中奚米华跟陈荣炼肯定是最早被开刀的，奚米华的问题比陈荣炼更加严重，他还在内地培养下线，然后在境外设立博彩网站，吸引大陆网友去境外网站投注。陈荣炼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看清形势，他们这些人在澳门赚点小钱可以，可是他们想要打破规则那就不行了，所以最终他们也都是出事了。其实陈荣炼也好，奚米华也好，他们都是贪心不足，事实上他们有自己已经十辈子都花不完了，何必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路子。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内心的欲望。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哟，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